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相交的线段哈都互相垂直，设此图形的周长哈，全部周长是32 ，S 哈等于32，啊面积是48啦，那 X 多少 ，Y 多少？好，首先哦，周长多少呢？这个长度哦是 XY 加 X。哇，这 x 加 y， 它、啊、的长度、哦、是 y 加 x， 也是 x 加 y， 所以整个、哦、是一个呢正方形。好，那现在、哦、它的周长、哦、s 等于多少呢 ？x 加 y，x 加 y， 啊，这个补这个也是 x 加 y， 啊，这个加这个是 x 加 y， 所以事实上有4倍的 x 加 y 啊。然后这个面积等于多少？全部的 x 加 y 的平方，啊，扣掉呢 y 平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可以把这个 xy 跟 y 找出来。x 加 y 现在多少？等于呢32除以4，4832，带进来。就得到哈 ，y 平方等于多少 ？s 加 y 的平方，8的平方，减掉48，等于多少？8864减48，这是6，这是1，16了，所以 y 等于4。那 y 等于4的话哈 ，x 叫多少 ？x 也是等于4的。所以答案是两个都是4。